如果你五一期间要自驾游，这个技巧呢一定要学会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查看高速公路上的摄像头，这样的话可以实时查看高速的一个拥堵情况，避免出游的时候拥堵。该怎么操作呢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五一假期期间出游，如何用手机查看调用高速公路上的摄像头呢？可以说非常实用。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点击打开微信，但操作方法是需要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点击一下。然后的话，需要我们直接搜索省份加高速，比如说我们直接搜索河南高速，搜索完成以后，我们点击会看到河南高速，但是是官方的一个账号，我们点击进入，进入以后呢，点击关注，关注完成以后，大家会看到左侧有个高速路况，当然像河南高速，它的摄像头比较全面一些，其他省份可能摄像头不是特别全面，我们点击高速路况，然后点击云视频这个选项。在这里的话，大家会看到，在高速上有密密麻麻的摄像头，比如说我们想去哪条路，然后的话直接点击查看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。直接点击查看摄像头就可以了，比如说像这条高速，车辆还是比较多的，然后接着我们再点击，可以随时查看各个高速路口的一个摄像头，实时的一个路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高速的话，是新郑市 J4 京港澳高速下行，车辆非常的多，比较拥堵，高速上行驶都非常的缓慢。但是如果去这条路的话，大家就要多多注意了。然后我们点击一下，可以看这条高速的话，车还是少一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时的查看高速的一个拥堵情况了，可以说是非常实用。当然，分享完成这个以后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，也是对于我们五一出游的时候非常有益。在这里的话，我们点击打开设置选项，打开设置选项以后呢，往上滑动，然后找到手机的辅助功能里边，大家会看到下方有个旅行助手选项，我们点击可以把它开启，但是它是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。关闭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点击右侧把它开启。开启以后呢，比如说我们到景区以后呢，手机会自动推送景区的一些信息、相关信息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到达景点的时候可以实时知道景区的一些信息了。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，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。最后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像我们，比如说在五一假期之间去出游的时候，如何查看手机，用手机来查看高速公路的拥堵情况，直接调用高速公路的它摄像头，可以说是非常实用。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强烈推荐，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，拜拜。